第二场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在对这麦克马苏愣，来自蒙古国的麦克马苏愣，在第一轮里面，昆山战队已经先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看看这一局呢，我们高手的杨宗格斗啊，能不能扳回一局？对，19岁的年轻马乐，虽然年轻，但是这个选手啊也是上过擂赛的呢。是。哇！来，我压得很紧呐、前手在点刺。对，现在蓝方选手来自蒙古的麦克马苏朗没有过多的使用过多的技术动作啊。对，还在熟悉对手。走，场上的马乐表现得更加主动。对，翻。但是所谓的主动呢，也是他压迫的主动。是。他在压迫的同时呢。也没有具体特别多的动作。对，而且我看这个蓝方选手啊，马苏浪是这个后手拳还是发力比较要大于对手啊、是，所以马乐不要太掉以轻心啊、是，对方的你看对方的这个身体形态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力量应该是更大一些的。对，你看整体胳膊的维度啊，身体的维度啊，是。马乐现在就是比较主动一些，但是所有的动作打得很多后果，然后连续两个突击啊，让马乐直接晃了一下。对，马乐现在就是打得有点太不温不火了，对，太温柔了。虽然他的对手动作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每一次发力要比他要完整。哎，他的发力是特别透彻的。要注意对手这个拳的发力啊！感觉马苏愣他现在一直在抓马乐的硬击呀、啊。在抓空档。顶膝做的不错，马乐。马乐拳上的发力现在感觉在收的很多。是，只是在试探性的做出动作来。对。些前手的点刺啊，对，反而到了这个时候，马苏愣的动作开始主动起来了。对，其实马乐刚才有一两次这种硬击的顶膝啊，对于对手来说还是比较有威胁啊，是因为他身高腿长。现在你看这个最后这点时间，这个蓝方选手往里压了，也感觉到马乐的这个力量没有那么大。哎呦，好丑！走，开始如何的？走，好，第一局结束。来，下，来，黄金。好，马上进入到第二局。马乐还是要注意对手的这个力量啊。哎，是的，有阻力了，要从后手那边稍微弱化和对拼啊。对。在力量上，就是杀伤性上，给麦克马苏愣没有太大的压迫感啊，对，没有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对，马乐可以再放开一点啊，力量可以再往外放一些啊，对，还有穿透力稍差一些，对。可以不比于只是举起拳法，像这个距离啊，像现在这种情况，扫踢的话谁踢谁。对，尤其是低扫啊，然后如果法的展示，对，胆子再大一点可以直接击膝啊。对，身高有那么好的优势，而且对手啊一直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拳的反击上啊。对啊， 我觉得可以直接进膝啊。他有7公分的优势，他如果上步顶膝的这个距离约等于对方一个平勾的距离还要远，甚至对，可以在拳上做一些掩护。对，哎，那对手看得也很清楚啊，就是马苏愣啊，这个顶击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来，根本不着急，就是打防反或者抓硬击。对。好，现在开始主动抓硬击。就成套的组合拳。又是后手。哎呦，有危险呐、顶膝这个这次抓的时机晚了一些。对。
小弟。这个马勒还是相对年轻一些啊，比赛经验不太丰富。是。其实对手也并没有说想象当中那么的强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其实你利用自己本身的技术体系也好，身材优势也好，是完全可以打得很好。啊，尤其是在对方逼近的时候，一拳过来的时候，手千万不要掉下来啊。嗯，对。如果对方紧接一个高扫踢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是的。你看，其实，在马斯勒在压迫进攻的时候，马勒是有反击能打出来的，只不过是反击效果一点不好，基本上是打空的，但是你可以就是变换一些其他的动作来打嘛。现在几次的前手的摆拳、后手的摆拳的反击，基本上是打空的，是因为对手啊已经把你的距离感已经掌握好了。哎，对。哦，整个上脸了。哎，好的。现在场面上马斯洛步步紧逼啊，对，哎呦，接回，我觉得马斯洛其实更简单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对。其实完全可以再放开一点啊，这场比赛如果再拿不下来，就连失两场啊，这个对后边自己战队整个的成绩，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是很不利的。是，因为这次比赛的是双方战队的小组赛的决赛啊。对啊。第一轮里边，沈阳战队已经先输一场，先输一场，丢了两分。哎，顶膝不错，哎，对，这样的顶膝可以完全可以多用一些，说不定会达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对，其实你看马勒几次顶膝，就是他发力的感觉，包括起膝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就是他已经经过训练的，现在就是在实战当中要运用出来。对，不要等对手。现在马勒整体上打的还是不够主动啊。嗯，对。哦，这下可以。马勒也可能是因为岁数的问题啊，就是整个的核心力量就感觉他整个身体是不是那么稳。哎，这个也可能是就是他的基础力量现在还没有完全定型啊。对，毕竟他只有19岁嘛。对，尤其是下盘啊，腰部以下的这个基础力量，核心，对，还没有那么的好。这些比赛也能反映出自己的一些小问题，其实在以后的训练啊，包括比赛过程当中要更注意。对，无论输赢都是收获。对。那马勒的左腿大腿也是被迪嫂扫得不轻了。哎呦，连续的后手。马勒的拳总是打空啊。对，落点还是有问题。哦呦，又是一个后手。哎，马勒不要等啊。对，总是在等对手的动作呀。对手的动作过来以后，你已经吃上了。对，你已经尝试很多次，就是先等对手，然后打反击，其实是打不到对手的，那还不如就抢先。对，就是我们就分析吧，你等着也是要挨那一下，你主动进攻，你有可能挨不到那一下，是，最多也是被别人打一个防反嘛，对，就是对换置换了嘛，是，这五五开不亏的事儿，对，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抱头防守是最安全的，其实并不是。哦哟，连续追击不错。好，比赛结束。比赛结果，满方胜。